是农场经营职种，我是园艺职种，我是造园景观职种，我是森林职种，我是畜产保健职种，我是农业机械职种，我是生物产业机电职种，我是食品加工职种，我是食品检验分析职种。我们都是农业类。这是非常感谢教育部办理这次农业类的暨竞赛的一个海外专业研习。我们把它定义为样农生根经济之旅，那我们是借由这次就是青农，我们向我们下一代的学生在农业类上部分可以精进。那我们地点选择日本九州的地方，那一共有11天的一个间隙。选择九州是因为它是在整个日本来讲说是一个农业的一个主要生产地方。阿苏的草莓农园第二天的行程，然后他们的草莓都是用温室去控管的，就是定日照，然后定的洒水量，然后定的肥料，就是固定的肥料，然后固定的产量。因为我是在地的苗栗人，然后苗栗大湖就是出产草莓的，然后因为大湖的草莓几乎都是露天的，就是种在户外的，所以病虫害会相对比较多一点，然后农药的使用量也会比较多，这样子希望苗栗大湖也可以用一个温室草莓来减少农药的使用量。Upting 这边主要它就是做一种 AI 的就是农场的管理，它有点就是类似自动化。那第一个部分的话，其实它会有所谓的大面积的空拍机，它就是有点像是小型的飞机，然后可以飞过整个农田，然后它就是会让你知道你这个农田是在种植什么。然后主要是运用在九州这个地方，那可以跟就是政府的一些资料做整合，然后就可以分辨出比如说这一块农园它是哪一家人的，然后他们种植什么，然后跟他们给政府的报表是不是一样的植物。因为现在其实我想日本跟台湾都一样是面临少子化的问题，那在农业这个方面上，其实说实在人力的成本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那其实无人就是 AI 这种管控的方式，可以为厂商省下很大一部分的人力成本。对，而且其实就是他们这种对点喷洒农药的方式，也可以大量减少就是我们农药的使用量。啊，豪斯登堡的话，就是它里面也是欧式庭院，可是它比较偏荷兰的风格，里面很多的那个荷兰的风车，它里面可以参观它里面的构造。然后进去之前，它有一个饭店，它是机器人的饭店，就是里面它里面没有什么服务人，就是人，它这全部都是机器人。对，然后就是让我变很酷的地方。进去他们的厂子，他们的马路上面都会铺石灰粉，那石灰粉可以有消毒的作用。然后在我们学校牧场，我们都不会这么做。我们有参观很多工厂啊，就是他们在做卫生这一方面，真的跟比起台湾严格很多。他们可能台湾就只是穿个衣服消毒个手就进去参观，他们是穿着全身就是非常专业的衣服，一定是长袖长裤的那种，还要穿雨靴，很像我们之前去食品工厂参观那些工作人员，然后都戴着口罩啊，网帽也戴着，洗手也是非常消毒的很确实，让我很吃惊。像台湾的农业机械跟日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每一个东西都有专业性，像萝卜它就是有一个萝卜采收机，然后像米它就有个精米机这样。像我们台湾在果树的方面，热带的话农那个虫害会比较严重，所以我们也多多少少都还是会喷一点药去防治。可是在日本就不一样，日本他们是比较偏向于生物防治，还有以人工的方式去抓虫，然后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向他学习的方面。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农药量使用真的太大了，我觉得最好以后未来是走向有机化为主。就是因为日本是比较偏中高纬度的国家，那他们的草花就是一些种植的树或是一些花卉跟台湾都不太一样，而且他们照顾得很用心，就是路边的话花圃
跟一些树木，他们都很就是很经常在照顾，不会像台湾的有些会忘记浇水会干掉。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科系，但是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九种科系，我们用九种不同的看法去看待一件事物，那而且还可以就是晚上一起讨论，一起分享。我会从我自己的各方面来去对比他们的一些兴趣或是专业知识，来了解我自己那有哪些地方需要补足这样子。那我想说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事实上我们知道日本的农业也非常的发达，那台湾的农业也非常精进，在彼此交流上面我们看到人家好的，那也让对方也知道我们的不一样，那才是我们这次的一个研习的主要目的这样子。